然后已经有拦截这部砂石车，然后他就上我的车，然后我就一直追着这辆车这样子。哦，你载着警察？对，我载着那个开箱那个警察。哦。对对，然后就一直追到这边，然后就帮警察的忙这样子。啊，警察路上开了几枪？要上高速公路的时候，他有两部警车去他的旁边叫他停车，他不停车，然后他因为警察骑摩托车不可以上高速公路嘛，然后我就问警察说需要帮忙嘛，他说好 ，OK， 然后就载着警察，然后一直追到这部车，这样子。所以从哪边开始追？在燕草交流道那边，对。然后他们的同仁就是骑摩托车拦截，他不停，不停拿钢火在后面，对。那警察有开了几枪？你大概有什么？我看到在现场开了两枪，然后来这边他又不停，然后警察又超了他的前轮开了两枪。 啊，有听说有什么原因要追他吗？据我看到，警察要拦停这部砂石车，然后拦砂石车他不停不打紧，对不对？他还要用车子逼警察，因为他骑摩托车嘛。对。然后逼警察，然后我就在后面全程有看到啊。